它原来是一个非常老旧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在去年的年底开始，我们就开始自己整理了这个部分，然后所以在自己整理这个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就是原先空间的大概是这样子，比如说你们现在坐的地方原来大概就是一楼的部分，大概是它先前的样子是像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我们一年以来整理的一个成果这样子。那这个空间就是一楼，我们现在其实是要做一个展演发表，等于在这个空间经过整理之后，它已经比较具完备，那我们也是就是正慢慢的在开放它。那我们想要借由这个空间，然后去跟更多的人交流，然后这个人包含其实是可能是像我们一样的创作者，然后这个创作者他有创作的需要，他有工作空间的需要，这个制造时代里面其实也蛮多像另外一个领域，其实是用科技的领域去带入就是这个制作的方面，那这个跟我们就是在创作其实是很类似的，那在艺术跟科技的整合，这其实也是工作室在未来在创作上面会考量的方向，我们定位这个空间是一个共同工作平台。接下来的这个计划，其实是因为，我在后来的一些生活中看到非常的多母亲他们的一个心境，或者是说他们的困扰。那在传统价值里面，因为母亲其实是比较不允许抱怨的，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在这个情况下面，其实大家会去忽视说母亲这个角色，其实她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寻求不到支持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坚持，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见得能得到支持，我觉得不只是家人还有社会的眼光。对，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这个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之前，大概相处了几个小时以后还不能休息的那种，是没有办法同时照顾好两个。MC 的周琦要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有谁可以来，有个妈妈全职妈妈有个生理假该多好，可以先把他们暂时代理半天，就会觉得很开心。根本教养方法没有被身边的长辈，甚至是另外一半支持或者是认同。那他们就是只看到可能小孩子比较不好的部分，但是却忽略了他们的进步与成长，这是我感觉到最难熬的地方。借由提供一个像 Maker 这样子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包含一个环境，然后还有提供工具，或者是比如说是教育的训练，然后或者是技术上面的支持，然后去在这其中当然就是有刚才说到的母亲，然后跟孩子的部分有两个部分是核心，那这两个核心就是我们是希望把它独立开来，然后独立开来之后，让他们各自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做他们自我上面的一个学习，然后跟开发，然后借由这样的平台之后，他们会做出一些成果，然后这个成果再经过我们的策展的概念下面再去做相较之下的对话。那经由这样子的方式之后，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
达到一个可能可以预期的成果。这个预期的成果就是说，包含这个执行的成果，它可能是会有一些社会的行动，然后这些行动它其实它会回过来会去满足到一个自我的价值，那它有可以去训练到一些关于独立的思考，那或者是说它会最后最终我们希望的是它会比较真实的去回馈到在家庭上面这个连接，因为在刚刚所提及的，就是在父亲的角色上，在传统上面，他们可能对这一块，很多家庭其实是父亲的参与度比较低。那我们相信既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平台，那其实他对家庭产生的一个连接，他会由于这样子的改变，然后去支持到父亲形成这样子系统的一个很大的备援的力量。那他其实是会对这个整个社会，或者是包含说我们希望所可以改善的一个独立思想独立教育这个部分是会有非常大的正面帮助。这就是女性的不同的角色的一个整合啦，包含说今天来的就有几个角色，就是影像工作者、老师，然后就是比较 focus 在，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助平台，然后每个人在这里，这个平台其实是希望透过大家就是在这里面的比如说回馈和贡献，然后去调整这个模型。也许就是我们透过就是去追溯，就是你的一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东西对你来说它有可能是你生命印象中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说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是很特别的，对，那我们可能会尝试在这样子的工作坊里面去在每个人的不同的区别里面去找出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包含这个东西有可能跟你的孩子有关联，也有可能没有，也许是你跟你的父母亲、祖父母都有可能是你生命中，也许对你来说你没有办法，也许是没有办法忘怀、没有卡住的，或者是说它只是一个你觉得你很想记录下的事情。我就是请那个静明讲一下这个片子的它的构想，到它影像化的不把自己的曾经童年经验或者是曾经过去人生经验当中的其中一段，把它变成一个不管是文字也好，或者是照片也好，或者是影像也好，它都是一个从感受变成具体的过程。我们一般讲堕胎这样的事情，其实好像很少人去触及，就是只是 focus 在就是说女生如在面对这件事情之前她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高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觉得学校才有办法让一个人达成他们想象中的那个成人的样貌？我看过前面他们是经过改革，他们其实是本来想要改革体制内的一些模型，是说但是觉得自主跟自由那种跟放任好放任一样，对，因为我觉得有的状况是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妈妈的尺度很宽，她可以接受孩子很多的面貌，让孩子看起来可以很自由的发展。那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会觉得某
心态在看待，其实是我接受的包容，还是说其实就是不要压抑他，让他自由的生长，所以说我不介入。但是某部分我觉得会，我会觉得这有点问题，是我不管，我给你一个空间我不管，可是又可以很好听的是我给你自由，我不要压抑，是不管的。在这个空间，然后昨天呢，我女儿要睡觉之前呢，她会说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完成。很多人会觉得说，在一个专业的工作场合里面，就是孩子是不适合出现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因为他可能会哭闹啊，会造成干扰。就有很多的父母，他们其实都是非常专业的工作者，那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考虑，他们在选工作的时候，他必须去额外花其他的时间或力气去照顾，去想办法去找人去照顾他的孩子，他才能出来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其实他应该是被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被处理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去把工作者跟孩子他们区分开来，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得到好的照顾，或者是说他们可以共同的学习。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空间的定位，也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努力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去举办了蛮多的活动，就是比如说像是亲子共学，就是用艺术的方式，用玩乐的方式，让大家一起共同学习。那这个活动刚开始主要其实是要促成各个不同领域的工作者，他去交流，然后同时他也可以让就是还他去交流的同时，他不需要把孩子就另外照顾。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再进一步的定位这个空间，它可以变成是一个翻转教育的一个基地。对，现在在那个荧幕上面可以看到，就是他们现在所经营的部落格。然后他说，虽然没有中文也没有英文，但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而且就是产出来的一些的东西的那种的感觉。我就跟说，그런 게 점점 심화되는 도시의 형태, 표현 찾아서 끝나요.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对我来说是自我治疗的部分，所以我也希望告诉其他的女生，很多事情是需要练习才容易被说出口的。然后你要说出口，你才有办法帮助到自己，因为感受是人家没有办法体会，只有文字去叙述，别人才有办法给你帮助。做完影片之后，我自己跟我妈妈的关系有比较好，然后有些事情厘清之后，心情也整个放松。另外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后来的影响蛮重要，就是其实事情就是你知道，事情都知道说不是只有一面，但其实还是会很执着在自己主观看到的那一面。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我后来在看事情有一点，就是会去修正自己的角度。我的影片就是取为女生命，觉得我好像在踩踏着自己从前的影子在往前进，并不是复制从前的生活，而是
在复制我从前有过愉快经验的一个家庭的生活史。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时间去看到它产生一个变化，就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非常关切的，就是在我们就是生活的每一天里面，它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一直不停在发生，然后很多的改变，很多的选择，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它并没有说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平常在过的怎么样的不同，它只是一个很就是它实际上到最后你真的就像那冰块完全融化，那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的